我讲六十集，哦，智慧人第六十集，应该是讲这个日本时代吼，发生的集，生的集啦吼。啊，即卖都过去讲的吼，来综合讲我听听，哦，所以吼以前吼一集一集拢无法，啊，即卖就是咱综合个以前的重点拢讲，哦，啊，所以咱就免用 PowerPoint。第一，要讲啥？为什么叫做台湾？有人知无？啊，你家己个名讲知影？讲来听。这个一五五七年，葡萄牙人开船为台湾经营，无定量，伊把台湾叫做罗摩沙。这是葡萄牙人的话，吼，啊，葡萄牙、啊，西班牙的话，较近接近吼，所以有人讲西班牙人的话，叫做罗摩沙。西方世界，敢若用这个名，用到今日，啊，汉人，搁较早的时间就已经发展到台湾啦，啊，一个号一个名。啊，好啊，二三十个、三四十个名，好啊，三四十个名，啊，都唔知影咧。哦，比如讲，有一个来到台湾，伊讲啊，这叫做德产，哦，德产就是新德林台咯。啊，一个叫做鸡人，啊，唔知影这两个所在是相连了的，知影？啊，汉人来遐推，这推有推的原因啦。这块也对个，这个汉人哦，你要升官发财哦，还是从啥？读四书五经。你若读四书五经哦，你就会用个变做秀才、歌女、进士，啊，升官发财。所以所谓汉人哦，头壳干了一点来个，干了两鬼子节一点。大家拢较看相关，啥人伫研究地球是伊个，唔知影，唔知影精度，唔知影纬度咧，经纬度拢唔知影咧，啊，空空戆戆安尼安计一些。等到西方世界已经环游世界来到台湾哦，咪也无觉知。这就是这个台湾内五四五十个名，哦的原因。啊，那边就叫做台湾，哦，台湾这个所在哦，哎呀，那些大水的大，园林的园，这是比较多的位，哦，台湾，哦，还是园就是一个去玩的玩，蛮好滴。啊，这台湾有这个名称，啊，那有这个名称，因为伫台南这个所在。一个所在叫台湾，啊，荷兰人来讲，他们迄个所在创一个公称处，就讲，亲啊吼，咱们遐爱牛的，这个有标准，你也使去做生意，啊，这个有标准，你也使去做生意。这个中国吼，在两千年前吼，即秦始皇的时候吼，就有做过一个度量。啊，以后无个一个国王吼，皇帝吼去做这样代志，啊，所以时间过来吼，要笑吼无面子，要甲你买吼，啊，笑结果难做，啊，要卖你个吼，确定结果难做，啊，所以伊就趁钱啦。但是为台湾来的这个生意人吼，拢感觉。你甲这间买，甲迄间买，要代销就是代销。哦，哎呀，佫有台湾有真特殊的亲爱的制度，咱一斤十六两。这不是汉人的古话，这是荷兰人伊过去在荷兰这个所在，哦，伊发展古话一斤十六两。啊，十六有甚物好？是十较好。哎，十六有十
所以一句话第二个十六个，所以伊都算会出来个。啊，你读个大学毕业，算会出来。过来，一斤十六两吼，十六吼，这个数字吼真特殊。天马电脑十六，吼，十六乘十六等于五六，这就是西方世界吼，迄个进步的来先来台湾。啊，来台湾了后，这个啊，台湾嘛，咪是叫做头前叫做台湾。李成功的时阵哦，甲台湾叫做东都，东边的东，啊，都市的都，哦，伊迄阵流行一个谚语吼，伊讲气归气气气，气归啊气气气，东都看来去，来看东都啦，来去阮有宝，免得山遮艰苦。这就是讲，七月七日是咱来东都来看卖，来台湾来看卖，咱来去本有无？哦，即个因为来的人拢汉人啦，拢大部的啦吼，啊，查某吼是少，啊，所以来去本有无，就是即个传播真困难啦吼，啊，免两刷只艰苦，啊，伊阵要传一个查某吼，有偌困难哩，要传到一个某。为什么三星天工作？就是讲，你若有一个宝吼，肯定去拜三星天工作。啊，过来，即阵我讲着咱的正宗。大伯甲查某结婚，生一个小宝贝，啊，这个、小朋友吼，以 DNA 来对，老爸这么多，老母这么多，我建议老母一半一半。对对对，迄个查某的因素吼，查某的遗传吼，70%以上，啊，查甫是30%，所以你敢若查甫来啊来吼，你这个血统吼，已经吼是这个 B 波的血统，所以吼，到我21世纪，马凯比吼，有一个医生发表这个言论，讲咱台湾人85%。我即话来看的，伊讲的袂对，哦，所以咱一个一寡话就讲，反正有分山公有分分山嘛，哦，哦，啊，你第二代佫结婚的时阵，差不多85%，哦，啊，佫结结过人来，所以台湾人是中国人，哦，啊，咱即个秘书长嘛发表伊的意见，伊讲台湾人并不是中华民国国籍。在1946年1月12日，蒋介石用行政命令，把所有的台湾人改做中华民国国籍。这些是行政命令，这个一摆。你知迄个《马关条约》规定，台湾人莫要挂掉日本，有两年的思考期，两年哦。你要做对一个人是在你。啊！迄阵听讲台南面迄个地价吼大落啦，大家拢要卖嘛。但是卖去中国，去中国了后，感觉讲因遐水准吼比咱较低，所以一个搁倒转来。亲像枋桥林家，吼林雄珍林志一家吼，第二代。啊，古方的林家林献堂，搁倒来是14个，咱们中国大回调啦。即个嘛是甲旧阵同款，即阵一寡外省人，啊，伊认为伊是中国人，伊是山东人，啊，还是都对起，啊，邓明那样，没有三两下哦，甲人无共款，相反。重啦吼！啊，台湾吼，一定要来台湾吼。咱
拢无分着，即台船嘛袂沉落。啊，哪会？咱伫讲俗语吼，讲要去，你要去台湾吼，早去，早要去吼，六死，大家死个乌水沟，三老一回头，就四个人到台湾嘞。啊，三个人留喺台湾，啊，一个人搁倒去。哪会六死？哪会遐尼悬个比例？你来，你来调查，哪会遐尼悬？原因真简单，伊不准你用，伊禁止你移民来台湾。啊，所以你来台湾的时候，就坐哦，临时坐睡台船。啊，这睡台船经过乌水沟，哦，我看乌水沟有迄个水流的速度哦。应该是真合理啦吼，25迈一个小时啦吼，25超过，反正讲30到50公里吼，啊安就变去啦，这都是计，一个发生的代志。啊，因为台南有这個台湾的迄个度量衡的措施吼，所以台湾。生意人去甲中国的国省去做生意的时候，要提手，要提钱啊！大家讲哦，你经营台湾的上方便，不是你一间甲迄间一间哦，无同款，大家拢同款。所以，这个无形中台湾这个名称就是讲归台湾。这是咱来知影。过来，那个，这个。台南是生活点一个所在，咱只有台南人讲，啊，什么原因？唔知，那台南不是生活点一个国家，是一个所在嘛？我看这个圣经内底，讲摩西哦，带带领这以色列人哦，这犹太人。出埃及的时候，在旷野的一种吼，旷野的时候吼，无物件通食。啊，迄个时阵吼，上帝为天顶个落来一挂物件，一挂物件叫做玛拿。玛拿是啥物？一个差不多拳头有大，啊，为天顶落啊，敢若无会使食。我就咧想讲，玛拿是啥物物件？玛拿是即个神话故事的物件。但是来咱台湾的时阵吼，荷兰人来占台湾第二年，都会一百度。一百度就是台南市，吼，台南的市用为赤坎到啊，赤坎个一个台南市吼，即中央有一个内海，以前。即卖无即个来海，即个来海去迄落打回个哦，即个土石流哦，啊个天啊怪物啊，啊即个所在哦，我有看到讲有日本人的和平村落，差不多十间，啊翰林海产六间厝，哦还有个马刀虾七八间啊。啊，什么小龙虾哦，五六间啊，啊，安尼个刷刷。啊，那会日本人来个台湾？我讲我见，荷兰人来伫台湾的时阵，捡一个石金叫做乌粉石。什么叫做乌粉石呢？就是你掠着乌粉哦，啊，迄阵大无冰箱啊，哦，专干咩就量来个抬。该死，哦，啊，安装的过来干，后来人看到讲，哇，恁这个安掠我呀，我的乌鱼啊，过当只咧嘛，拍哦，捡石金，哦，这乌鱼是，啊，那什么叫做乌鱼？乌鱼就是咱食乌鱼子的乌鱼啦，哦，这乌鱼哦，每年的冬至，冬至，什么叫冬至？我个较现代处理方法就是讲，太阳离
咱吃上盖年的事，就是一件咱南回归线，太阳行咱南回归线，这是北回归线，这是南回归线。哦，行咱南回归线的时候，叫做冬至。咱哦，他们厝的吼，哦，一支德国菜，啊，大中昼十二点的时候去看卖，看这个影吼，写去倒位。这样的下去上远的迄个所在，你要做一百米，一百米。啊，上我中心点是下子。你卖想讲，咱迄个农历是用过迄个，过迄个黄牛牛啊，了。冬至下子是看太阳，太阳决定咱的春夏秋冬。啊。冬至夏至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知冬至夏至的时候，啊，冬至的时候，台湾迄个时阵，台湾上欠食物，欠食物，所以吼、哦，爱这个天顶王，那以色列人是为天顶王，咱是为海水甲你捞来，所以我伫迄个圣经与台湾一本书写讲，就叫做吼。上帝赐予台湾的玛纳，你台湾气象欠食物的时候，就来。啊，这乌龟一来的时候，这密度密度之悬哦，居民哦，提防他要个防哦不使。你第一次来德国哦，这个水面上哦，一个很一道光，我打开个锁，他在里面，这防他在上面咯。所以哦。这个台湾的这个妈妈就是会说哦，摩西哦，去吃到这个上帝赐福，所以咱这土地受到保障，哦，啊，这是这个台湾的偶祭，啊，偶祭纪念能做上品哦，所以这所在哦，先发展，是先发展办的所在。这是台南的好发展。啊，过来，后来人哦，在这个台湾的时候，拢做39年，有人讲38年，还要发展，因为有一个建议的时候，一年的水造，啊，年的水也阁是算古年个是，1662年吼，啊，但是。这新历都1662啊，所以有人讲39年，后来讲38年，拢好。啊，这荷兰人占着30几年的台湾，还回归台湾。刷落，林先公来，林先公因这个家族来哦，拢总23年，真的，真要求。23年中间，即马换即个温州人吼，温情吼，叫西龙来拍台湾。啊，西龙拍台湾了后，台湾迄阵已经开发的土地，差不多18000家，拢伫西部海岸。哦，咱昨昏看到即个必须用一个地图甲图分啊，吼，去设计。西隆吼，外国一个7500家地落地啊，变做伊个，啊其他将军会分两千家，会分一千家，无分嘞。哎，结果呢，康熙皇帝吼讲一句，讲吼，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属。台湾配他那大。你就阿无给我什么，无得就莫挖去。康熙那个即款，即款话，原因爱大家知。温州人在1644年是北京城，哦，那个孤山会开放开起来，山
个时阵，温州人占汉人的人数，我到一百岁，温州人我到一百岁，那那汉人那那腿，经过少数民族同猫地文化的背景，他们暂时干，暂时干，干那样全部做了回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个原因就是讲，咱读的书叫做儒学，好、哦，儒教是孔子系统，孔子系统叫做啥？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做君呢，你爱对做君做皇帝啊，效忠；为师，你对老爸效，你的敬爱。来给父为根，没有错啊。但是现在温度不也，温度是最黑的。我当时啊，三十岁做皇帝，不会三岁嘛也是做皇帝。啊，你对三岁人做皇帝，啊，你个晋忠三岁的，你是晋忠了，晋忠因因阿姨啊，因阿姑啊。这个是，我见到这个潮州历史来对吼讲这个罗马帝国，当罗马帝国一个朝代两千年，两千年哪有法度做两千年？这个是关键，就是这个潮州的世界吼，当罗马帝国吼，伊敢那会使接受。超过二十个姓来主来做工，无迄个三个啦。哦，啊，就连超过二十个哦，伊有家己判断哦。所以这澳洲这南澳来这个当罗马帝国哦，有法度话而且话哩。哦，啊，汉民族这个这无到五千年。应该是讲三千，因为有文字记录起来，那叫做历史；无文字记录，或者书经书，吼、哦。按、啊、咱这个受着教育吼，迄无关于什么这个经验，伊拢归于了皇帝蚩尤都改设计。那个表，敢有皇帝这个人，敢有蚩尤这个人，这是神话故事。其实文字记录是开始在商朝，商朝哦，先有甲骨文。什么叫甲骨文？就是讲吼，伫龟甲跟兽连头甲刻字。就是我做，我刻字刻的是这个，啊，龟甲兽来刻的哦，这个青雕的形状，并最重要的意义啦。啊，有一个阿姐，哎，看到伊要买的迄个骨头哦，那有这个文字的款哦，所以问讲迄个老爷讲，啊，你这是为着？他聊聊去查的，就叫做甲骨文。啊，咱汉字就是写商朝的时候，吼、哦、开始发展，开始发展，通过图像来渐渐的来比对，比对文字。啊，所以啊，文字就是为商朝开始，所以为商朝开始的东西在用的多。日哦，一阵子叫做婆罗门，婆罗门
南迁一尊吼，长江吼，过了长江就到海外，所以来到海外所在，今仔天来看，葫芦话要讲的地区，除了福建以外，东江西海南岛、江苏、浙江、江西，拢有一撮的人在讲，讲这葫芦话。讲迄个大臣吼，这本浙江省，一关大臣难民吼，就是讲葫芦话。啊，这葫芦话为啥起来？啊，就是葫芦话这个吼，甲伊需求这个闽南这个华语吼，北京话。啊，北京话哪会通哩？北京话过去一千年，辽耶律阿保机，辽金元，辽金元明清的，辽就是耶律阿保机，金吼就是南北宋的时阵吼，金人吼，金人因为是胡人啦。辽金元蒙古人那是胡人的哈，辽金元明元辽汉民，啊清那是胡人，所以咱台湾的学者，把这个北京话当作古汉语，胡人讲的汉语，啊咱台湾话葫芦话叫做上汉语，我来再讲咱的文化。几代，还阁有几代，咱嘛爱知影。即、這个咱即摆联络内底数字，个分有法就是差不多一万几，但是在康熙之前有五百几，所以咱真侪话，康熙之前吼就是用葫芦话写，发音啦吼，发音用葫芦话写，所以。这个康熙字典这个代表咱台湾是用真多，啊，咱真多人拢是捌字，敢若捌一万字来啊，剩下拢毋捌。所以这个字典有待以后咱发展。这个是文字的部分。啊，上面书了后，上面啊，就散布史。四处，阿嘛一堆人来到台湾，啊来到台湾，咱台湾哦头前吼较早，以前吼南部腔甲北部腔差别，遐起码已经无差啦，因为电视啊电脑的发展吼较无差别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啊，北京话是武汉语，吼比较较近，吼啊咱台语。十五音吼，八条十五音嘛。啊，十五音是啥物？我今仔举一个例子，这支鱼啊，这白色吼，白，像我用华语来讲，我都讲白，红啊嘛。但是呢，为什么东辽东西三百首爱用汉语，爱用葫芦话来读？但是你也知影，当官者挑空白，互你知影。哦，咱的文化的伟大，挑空白，所以尽量来看看。哦，尽量互你知讲，毕竟是方言。有些人是讲，在我看来，这武汉语、武林讲的汉语，要安怎甲这个正牌的葫芦话来比？这就是咱以后可能爱讲传播。即马讲，荷兰人来占台湾，伊是不是头一下就去占台湾？
要去接外头。哦，为什么要接外外头？伊去伊用伊个军队，用个大炮去打澳门，来去打维亚，打维亚转去接别个。啊，别个啊，无收军队还是啥物事？啊，明朝讲诶，国赛你。他去的迄个遐搁一个岛吼，搁真大个，去去去迄个岛，就是讲叫去台湾吼，啊，就甲边条做阵，啊，边条做阵的时候，即个边条吼要进台湾嘛吼，要派遣，就叫迄个李成功的老爸吼，叫李吉良，李吉良你来。你甲我即个荷兰人拢拍袂走，啊！你只拢用个什么方式来拍来甲荷兰人战？你只拢做迄个做一种吼，十六个人硬坐，不对啦吼，十六个人坐，啊，大家拢去扛起，啊，内底扛起，内底扛草，吼，易燃品。啊，十六台吼，即伊都几千台面，人坐船的吼，你若来，荷兰人迄个大船吼，哇吼，伊都去十几台个哩，包一台，啊，甲你牵起去，你我都，啊，都大家人看到即落，唔惊死，啊，大把都甲你弄的，弄会当天弄会着，有当天弄袂着。啊，主人讲，后来人讲我，讲我这吼，我这么赞的船，啊，再叫你那小渔船吼，小船，改了搞那种舵，安尼袂使，我改你只船造，啊，驾照，后来人怕死，这是海战，啊，陆战呢是安怎子，陆战就是吼，李吉良因发明一种舰法。这舰嘛就是讲，吼一卡浪啊，差不多100公分、100公分，内底堆起来堆石啊，下加放棍子，可能下下高一级。啊，人伫这个100公分的这个石头的后边，你荷兰人开枪，拍落就拍进去啊，太多。啊，所以哦，其实就没事。大家挖个裂墙，然后他来做火柴，然后他们跟他们就走，就讲阿伯好在台湾，所以我不理三兄来接台湾，你也知啊。阿姨那边怕这个澳门，澳门有什么好处？他们讲讲说澳门是澳门是佛教。东西哦，亚洲中国的所在哦，有两种产品，西方世界无，一个就是 China 瓷器，哦，那也是烧较白白白，哦，佮佮维修，佮佮佮，哦，安怎油安怎个放，伊安怎个处理哦，拢碎碎拢新鲜。这个瓷器，更简单几步，这个丝路是为了安详，哦，经过戈壁大沙漠，行到罗马的这个，到行到澳洲的罗马，哦，这丝绸有什么好处？这几步，这丝绸就是讲，来给这个。埃及艳后品种，我不要脸。埃及艳后干哪？伊哩扎白泰勒，干伊差不多的话。这个埃及艳后就是因为埃及这个法老国王王家中哦，产生内部竞争，啊，这个查某哦，怕被顶光辉，所以伊专门画这个。这个罗马
方世界所生产，西方世界无这个物件。啊，即摆往个船来问，是你如果就回过那百倍、过那千倍，啊，但再一个过较紧，速度过较紧，过较安全，再加一个抛出去。就所以讲，为什么荷兰人要先占澳门这个开始？啊，过不二三钟去占呢？哦，听我讲，看着。啊、好啦，来占台湾、哦，所以占台湾，占了台湾了后，伊对台湾的统治吼，啊，无公开好，产生咱一个好一个台湾民族英雄，叫做计怀义。计怀义是一个加一个干事者严思齐吼，严思齐是。日本吼，日本那个啥去长崎的所在吼，是大尾路嘛，大尾海产，啊，他伊准备吼，严世奇准备要推翻日本幕府，哦，那在辛苦上就无成功，无成功啊就爱走路，所以伊就走来咱台湾的这个桂芳港的一带经营，哦，他带的。啊！即摆你过去看吼，伊林某遐个叫旧城堡的迄个现地，即一台下，啊伊即个组织叫做李白提供协会，二八兄弟会，李白什么意思？李白的，我讲那个叫李白上台，李白过去了。每一只三个三个地方，啊，但我们二十八兄弟会就是讲，咱上好，咱兄弟上好，敢来真好同款，二八兄弟会。二八兄弟会吼，这个干事坐在台湾了一年，算是他当年算李志良做首领。啊，李志良伊在台湾做唔惯，伊要去中国发展，所以不走。啊，然后这个计划伊，伊就是看，他就坐在台湾。啊，过一段时间，这个计划伊看，看到荷兰人对这台湾人吼不好，所以就主动用邀请啊起来反抗。啊，荷兰人偌济人？荷兰人从头到尾吼，上多的时间是两千人。哦，啊，你九千人去拍两千人，拍输。啊，那拍输，就是这个反抗的情况，你武器输了，做什么输了？哦，啊，去解决。这是咱头一位做英雄，叫做计划员。啊，我以下就来个。成功的所在，李成功因老爸李志良要去投亲，因为清国吼，清国吼，吴以三省总督之一吼，之一吼，在北，我有一个三省总督的囡仔吼，即个老外囡仔吼，厉害，你那个老外挂了，是三省。做三省，况且村长都在三省总督的囡仔带，啊，这李志良出去了，我怎敢来给国变来着？我怎好在国变变成三省的总督哦？也正好，为你挖关系。你挖关系的时候，叫一个李成功，你咪就承认啦，这个二十岁啦，哦，来到。你那感觉，那有老爸叫囝去陪伴伊的国家，怀念伊。好，怀念伊，不是讲就是反对，我都无怀念伊嘛。啊，怀念伊是这个地球转去，去这个
就有金沙干，哦，只会见回眸，因为啊，塞外人哦，一起哦，来爱情，他其实意思就讲，咱在进步，哦，一个进步，对吧？折见回眸，啊，这个折见回眸了，第三暗哦，偷偷甲这个李志龙杀去麦克，和伊甲伊的军队五百名的无人兵。哪有无人兵？李志龙哪有可能有无人兵？李志龙，咱来知影，咱是乌人有几啊种？伫非洲的乌人，伊款乌人是去个非洲去啦，款乌人。啊，南洋的乌人吼，印尼啦，即、這个印度啦，伊款巴沙乌人，哦，即种乌人甲迄种乌人是无同款。啊，有穿五百条乌。他应该这个李志龙就指挥这个，福建提高提高这个北京，啊北京的军都开一个大官威，啊但是该冷静起来。啊，李成功，李成功就得泉州这边，但是这个北京的兵哦，每一届安平城，连接福建哦，泉州的。名号是安平，安平城内底吼，还阁有十万的军队，吼，把大家建出来，安平城内完全平定起来。啊，这守城的迄个将军讲，我得怪我这个，你管伊，伊讲会，你嘛会，你会知哦，你头下就去阮遐，你做大官啊，咧，我们是兄弟嘛，我们是同胞嘛。放这个哦，关九兵进去了，关九兵才我看你是同胞，那个看你同胞也绝对不该看你同胞，专烧杀掳掠，也安平，烧杀掳掠其中有将台子，就是强奸这个李成功的老母，哦，李成功的老母田川是一年多嘛好。本政府讲好啦，你娘就再做遐多的官，甲你放去等于在放等于中国，哎，等下中国拄啊拄到这个关键兵来，该怎个？因老不转调到釜山，所以这个底线讲，你感觉讲安尼不对，要安怎处理？转哦，去空庙哦，甲伊的穿迄个服装，服装就是这個。空做的衫，个袖，换上军装，带领十六个人出来，准备要甲关进去呀。这故事来对，就代表讲，李成功乃空枪空个遐厉害，啊，乃因老爸是瓦罐酒个，瓦罐。李成功统治台湾，无几年，其实是台湾是大一年啊，就是，啊，都王位都换予伊个囝，李建，啊，李建，一个统治台湾的时间，嘛有反攻大陆，哦，相当成功。但是最好是还是不幸失败，真系。啊，之前之前吼失败了后吼，在台湾的这安平城吼，安平即摆也过这地名吼，在台湾嘛，这个安平就是这个李成功吼，要记得伊的老家叫做安平，哦，所以叫做安平。这李志龙就第一个北京，啊，李成功就第二个，啊，李建是继承李成功，啊嘛是失败。有一日，
转让给这个郑氏王朝，王这个郑克爽，哦，这个我来了。所以第一支王朝在台湾当作二十三年，那个皇冠就进入来了。温州政府叫西龙，你去跑，西龙就来跑台湾，跑台湾的时候。这个台湾等于不设防的所在，哦，这个西龙跟蒋介石，啊，西龙跟土地哦，一万八千家已经开发的土地有7500家，地上去落地啊。但是康熙皇帝讲，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，就是满洲人占有中国，欢喜就欢喜死。我人口才无够你的一百姓，你家己统治中国，我统治568年，啊，这种这汉人哦，实在有够聪明，啊，这个，啊，伊哪有法做统治？第一，官位；第二，钱。伊若要拍一个所在，我甲伊咧上报告，我予你换做钱，予你换做什么官？在保护的人哦，就转来保护去。所以这个汉民族哦，就是讲哎，这款是什么民族？啊，这款换完整来去占台湾，但是完整皇帝讲，他是讲管理台湾的，啊，希望爱安全经济，拜托皇帝爱来占台湾，所以伊提出了本来。条件，哦，第一，所谓官员、士兵，三年一期，做三年官，哦，干来先做三年官，啊，就调转转去中国。康熙是讲，就好，因为伊过去，哦，这个三藩之乱，就是天下吴三桂去到湖南十年。换境的，他就要杀你，这样好。第一个，连这个企业些连支付会再好一点。第二，好你的人哦，这个一顿留一句话讲，三年官两年官，做官就会官哦，做三年，两年来对哦，压力啊对个官哦。三年换两年换，哦，你是多用换了。啊，台湾人哦，也在做兵位，不在。你敢也在做用，用干不用？所以你这么看电视剧，那下级用的哦，还当兵。啊，那下兵的哦，还是为清朝兵。啊，官民我来台湾是拢派汉民，你去以汉治汉。所以咱哦，翻长山，翻完整，这就是为什么来的。翻完整就是三年翻两年翻。啊，第三项代志条件，袂使带母仔囝来台湾。这母仔囝哦，你囥在中国做外人质，啊，恁翁在台湾哦，就袂作乱。所以话，专门要求这个所谓这个太监台湾的官，他来做啥？啊，这几块的经验啊，是台湾的通敌乱七八糟。因为我时间够，我都爱等，所以这个时间一会搞以前，我都看你外国。啊，台湾都真欠查某，因为不准一挂人的太太来台湾，来台湾欠查某，欠查某迄阵有一个新的行业，这新的行业就是偷渡查某来台湾，查某该坑的，莫别来归，
钱啊。